爸爸，你说他们要不要回来端午节？不要回来。为什么？我病都带回来，我老公都会死掉哎。你没有比较胖哦，不要瘦吗？你不要变胖了哦。我想要变胖。不行啦，哥哥在给我们录影。啊，姐姐咧？姐姐在这里。哎呦，姐姐你安尼受忝啦，在弄拼图在地上哦。算个无咪啊，算。你这样子弯腰，你要好几个小时都没有在动哎。他已经这样一整天喽。你这样没有运动到。连线开始。新冠疫情期间，记住早上睡，下午睡，中午也在睡，晚上睡，半夜又不爱睡。天佑台湾！这一次大家一定要减少移动，要学486传统署长。啊，怎么都没有看到蓝朋友躲在床上啊？没有人。躲在床上的，躲在床上的。你要大声什么啦？妈妈，我爱你。我要回台中。拜拜。拜拜。台中土城连线成功。